第40题，乘39题，滴定完成后，将混合后钾溶液的水分蒸干，所得到的盐类为何？我们是氢氧化钠滴定盐酸，氢氧化钠有钠离子，盐酸有氯离子，所以两者结合会变成氯化钠。因此第40题问我们说，所得到的盐类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NaCl。